啊，参考黄念祖居士的注解，都有所本呐。啊，《观无量寿经》呢，参考善导大师的《四帖疏》，天台大师的《妙中钞》啊，《妙中钞》，早年。我讲过四帖疏，啊，四帖疏是善导大师出的，啊，善导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。印光大师非常赞叹啊，传说善导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，《弥陀经》学者讲疏钞，讲要解，讲圆中钞啊，这是三经啊，大师智圆通章由冠云法师的别行疏钞很详细，这过去我都讲过啊。